整个宇宙肩上扛着重重的山，一直默默的守候，白帆慢慢爬了出来，眼角渗出了希望。没什么好看的，男女主家族恩怨，有情人终成兄妹。What？ 你听他胡说，人家明明一往情深，携手并肩克服万难，一生一世相亲相爱呢。你吓死我了，臭暖暖。不过暖暖，你这个动机很不对劲哦。你看到人家亲亲你就关电视，你心虚什么？我哪有心虚啊？怎么没有？你脸都红透了。啊！你的脸好像我刚学的一个成语，红的好像猴子屁股。猴子屁股是成语。秘密，最近你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吧？哎，别转移话题。赵暖暖，老实交代。我没什么可交代的。今天早上我可是看到顾总从原画工作室里出来，表情和暖暖现在一样，又红又不自然。虽然呢总裁的气质还在，但是和平时完全不一样。再然后暖暖就变成现在这样。说实话，你们到底在工作室里干了什么？说。没有，我们没有。暖暖暖暖和顾总谈恋爱了，谈恋爱了。没有，我真的没有跟他谈恋爱。早上在工作室，我们就是不小心亲。不小心亲了一下，嘴对嘴的那种。哎，顾总和暖暖 kiss 了。我要拿出我的手机赶紧记录一下，我也要赶紧告诉南学长。你们别到处嚷嚷，八字还没一撇呢。你们这样，明天我去公司我还怎么工作？我就是不小心跟他亲了一下嘛，他又没说他喜欢。原来你是在纠结这个呀？你又不是第一天进这种楼，你知道顾总是什么样的人啊？况且我来公司三年了，就从来没有见过顾总身边有别的女生，更别提什么绯闻了。而且顾总是一个对工作对人生都特别认真真挚的人，他亲你就是喜欢你啊。就是啊，你看他天天跟我抢男学长就知道了。啊，顾总是个不太会轻易表露自己感情的人，他和你靠那么近，心里一定喜欢你啊。没错，顾总喜欢你。不好意思，茶水间只有这种瓶装的，你不介意吧？这是我的公司，当然不介意了。差点忘了，你是我老板。你为什么喜欢喝牛奶？我看别人家的霸道总裁都是黑咖青咖来一杯，不加糖。又是别人家的老板系列，谁说公司老板就不能喝牛奶？牛奶高蛋白高钙，利于吸收，强身健体，为什么不能喝呢？因为不够霸道。那你呢？为什么想要喝黑咖？提神醒脑，
压力大快猝死的时候来一杯，我还可以再换500年。今晚这场战役已经打完了，你不需要再花500年了。暖暖，你为什么这么拼命的画画？为了我的手游梦想。我第一次见你面试的时候不是说了吗？我真的很喜欢漫画，也真的很喜欢手游。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做出一款属于我们自己的手游，不是对国外的借版控制，而是一款真真正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手游。我想让那些瞧不起我们国内原创的人，让他们看一看，我们也是有实力做出出色有特色的手游的，到时候就可以用项目吸引他们来玩我们的游戏，让他们了解我们的国家，喜欢上我们国家5000年的灿烂文化。你呢？你为什么要开这手游？为什么要做游戏啊？为了幸福。你不幸福吗？手游和电影、文创、小说一样，都是给人以梦想。我做公司也是希望我能够像我创造的人物一样，打破黑暗，突破困境，逆风成长。我做手游，也是希望我能够像手游里的人物一样。顾一晨，还说我喝牛奶像小孩，你自己不也一样吗？怎么了？我蹭到嘴巴上了吗？顾总，我说了，叫我一晨。顾一晨。撑起了整个宇宙，肩上扛。